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找一个家，然后并且布置它。找一个家哦，就这个了，就这个，这个以后就是我的家哦。等一下，把这个妈冷碎拉响，是我家啊！那你还睡？你还睡？还有铁箱子，箱子一定要做的。先把这些东西拆了。我把这个摆上去，我把一些杂物放进去，地板门，地板门，都可以这样，然后，我四个金胡萝卜哎，靠铁装的，等一下，已经有穿了，先弄进去，把杂物丢进去，等一下我开那个吗？开那个，显示坐标，然后务必保留物品栏，这样应该是为盆装。把一些杂物丢进去。好了。就是干娘，我靠，苹果草补，那个布置一下家，等一下，看什么烂家了，等一下。就那铺半砖的，布置一下，半砖，先盖家，错啊，谁呀？
也不是不是，干嘛？拆别人家。我作为告示牌。我要干嘛？我可以做高炉，我不是高炉烟熏台，做这个也不是。要做那个阶梯干嘛？还没有，定量。等一下我干嘛？等一下，不是，很难盖了。定量一下，然后这边暂时先这样。欸，等一下，箱子不是在这边。爆满哦，箱子应该在这边。然后，铁粒、宝石、沙子。这些都放进去，这个，哦，好的。你要做一个那个，你等下我融入吧，我没有。我融入那边。七八欸，然后什么？哦，这边再放一个压力板，也不用，不用了，今天就盖到这样了，以后这就是我们家了。大家拜拜。